今儿啊，我们俩给到。哎，不是你快点啊，这咋的了？这么没精神呢？刚才我在后台打了个盹儿啊，梦见咱们正在聚会，咣当一声，哎呀，中共警察就闯进来了，又做噩梦了，大家就赶紧四处逃散呢。警察就在后面使劲的追我，我就在前面拼命的跑啊跑啊，给我累的呀。哎呀，这都来海外几个月了还做噩梦呢。我刚来的几个月也是这样，被中共迫害的阴影都扎根在心里了。现在好了，在海外咱们能自由释放的敬拜神了。哎，你看那边的弟兄姊妹正在跳舞赞美神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来啦！太阳照全地，万事万物的复苏，神的子民欢聚在一起，欢歌跳舞庆胜利。全能神已得胜撒旦，做成一般得胜者，赞美神的大功告成，全地充满欢声笑语。哎呀，咱还得说相声呢，瞧把你乐的呀。我能不乐吗？啊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过教会生活，唱歌跳舞赞美神，在中国哪有这么好的环境啊。是啊，中共一贯迫害基督徒，在中国信神确实太艰难了。说起这个我就来气。怎么着？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，对咱们基督徒的迫害就更加厉害了。是啊，大搞什么宗教中国化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取缔消灭宗教信仰的政治运动，这就是恶魔下界呀。对基督徒大搞跟踪服务啊，搞得中国是黑云压城，人心惶惶啊。跟踪服务啊，各省市县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啊，武警、刑警、民警随时等候调度。哎呀，居委会积极响应，全力参与。中共还发动群众有奖举报基督徒，这是举全国之力呀。对基督徒的服务态度，那是十二分的热情啊，还十二分热情。你就拿我来说吧，啊，三年前因为传福音被中共警察抓捕，哦，被抓过。对我那是酷刑摧残，又判刑又坐监呐，肯定受了不少苦啊。去年总算被释放了，终于走出了人间地狱。可打那以后，中共对我的跟踪服务就正式拉开了黑幕啊。肯定有不少的经历，我大致总结了一下啊，中共对我的跟踪服务主要有三方面。哪三方面？一，严密看护啊，二，特别关注，三，终极服务。哦，那你就先说说这严密看护。这不，我被释放回家还没几天呢啊，你瞅瞅门口这是啥？啥呀？这么大一个红外线高清摄像头。嘿呀，弟兄姊妹算是来不了了，家里别说来人了，就是苍蝇进来都得打报告。是呢，我天天盼着跟弟兄姊妹一块聚会，三年没见了，可不是吗？我寻思着，我出去溜达溜达啊，没准啊还能碰着个弟兄姊妹。也对，我打开储物箱，找啥呢？找了件校服。校服，卡上个小眼镜。哎呀，背上个小书包。不是，你这年纪打扮成学生？没办法，这不是为了躲避眼线跟踪吗？哦，乔装打扮。我又高兴还有点紧张，骑上我的小自行车，这就出门了。我穿过大街小巷，左拐，右拐，左拐，右拐，躲过个电子眼，终于到了个胡同口。我就等啊，盼哪，这天都快黑了。哎呀，快回家吧。哎，看着谁了？王姊妹。哎呀，哎，嘿，不是，你怎么回去了？过来几个治安巡逻的。哎呀，赶的可真不是时候。
哎呀，没办法啊，还是推车回家吧。这跟弟兄姊妹见一面呐，可真难呐。我刚一回到家，还没来得及换装呢。怎么着？只听，呵，谁这么有礼貌啊？居委会大妈带着派出所所长和俩警察就过来了。哟，还挺兴师动众，说是要上门服务。上门服务？我看是夜猫子进宅。瞧瞧这腐败的模样。韩梅呀，你这身打扮上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又去聚会了？这是把审讯地点换成家里了。我可告诉你，你信神的事儿到什么时候都得查。打今儿起，你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，随叫随到。以后每月1号、15号交思想汇报，还有你一年内不得外出，就是去外地也要向政府打报告。要是发现你再信神，我就让你坐一辈子的牢。这不是画地为牢吗？哎呦，韩梅呀，这政府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你说你没事儿，你就蹦蹦迪、跳跳舞、打打麻将、斗斗地主，干嘛非要信神给共产党添堵啊？这谁给谁添堵啊？是呢，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，中共这是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呀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在中国，宪法是服务共产党的，可不是约束共产党的。怎么讲啊？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，都能强行修宪。你说中国的宪法算什么？那就是共产党维护统治的工具呀。这不是权大于法吗？人理直气壮着呢。啊，我们就是权大于法。跟中共这个流氓政党真是没法讲理呀。打那以后，中共警察队伍是全天不定时电话问候。哎呀，居委会主任隔三差五到家实地走访，逢年过节啊，国家开会，派出所还要亲自登门拜访。这还哪有自由啊？他们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政府时时都把你挂在心上。哎呀妈呀，这样的关心呢，受不了。在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啊，我跟弟兄姊妹算是彻底接触不上了。哪敢接触啊？哎呀，想想以前跟弟兄姊妹一起读神的话，分享各自的经历认识，太有享受了。再看看现在，这日子确实不好过呀。哎呀，有一回呀，我出去买菜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啊？看见李姊妹了。哎呀，这回可得逮住机会。哎呦喂，这咋的了？身后有俩保镖呢。保镖？这就是跟踪服务的第二方面，特别关注啊。中共政府为了限制我信神，又免费给我配了俩保镖。哎呀，他俩是朝五晚十服务，那叫一个尽职尽责呀。哇，这够卖力的呀。每天我只要一出门，他立刻尾随其后。我往东他不往西，我往西他不往东，我往西他不往东，我往东他不往西，我打狗他就撵鸡。嗨，整个一贼。哎，没办法，赶紧回家吧。哎，想想自打我信神以来，这中共就没停止对我的跟踪监控。是啊，回忆这一幕幕，我这心里头实在是有些软弱。你得赶紧祷告神呐。这时我想到神的话说，你们这些人是追求正道、追求进取的人，你们在大红龙国家站立起来，是被神称为义的人，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吗？阿们。我又感动又受激励，知道这苦受得有价值有意义。感谢神，再苦再难我也要跟神走到底。阿们。基督已得胜，大红龙灭亡，公义日头出现，天使在守护中，民在阻挡，赞美神的荣耀。6000年血泪，6000年征战，圣徒得胜告终。
的了？有人敲门。啊？谁呀？嗨，我妈。妈来闺女家串门了。闺女呀，你是不是又读神话唱诗歌呢？心里高兴啊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刚才警察都给我来电话了。说听见你在家读神的话，唱信神的歌呢。啥？让我看着你点儿，不能让你再信神了。还说你要是再信，就让你坐一辈子的牢。哎呀，合着他们在你家安窃听器了？可不是吗？这还是家吗？得，惹不起呀，咱还躲不起吗？想办法搬家。世界这么大，何处是我家？为了能够继续信神，那也得搬呐。搬哪儿去啊？去不信的亲戚家也行啊。大姑。哟，大侄女嘛。哦，这家里装修房呢，没地儿住啊。大舅。哟，韩梅呀，大舅还有事儿。亲戚怕受连累，不敢接待。去弟兄姊妹家，又怕给弟兄姊妹带来危险，可也难办。没办法。不然就出去打工吧，边打工边信神。哎，这也是个法子。可谁知道啊，正式公司都不敢录用我，说我是特殊人物。怎么回事啊？中共为了彻底控制基督徒啊，抓住后就给你拍照、录像、录指纹、化验血型。中共那是把信仰情况都输入到身份证里，看来你的信息也被中共给收录了。所以我现在办证、坐车、租房、找活，干啥都受限制啊。这是要把人给逼死啊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？啊，终极服务才刚开始呢。刚开始啊？这不啊，我寻思着正式公司咱进不去，那去小餐馆吧。只要能够逃出魔爪，有个地方敬拜神，苦点累点咱都认了。那天呀，我正在干活呢。哟，来者不善呢，两个警察耀武扬威就闯进来了。呵呵，这可真是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啊，真叫人来气啊。是啊。哎，咱俩给他来个重播。行。哎呀，众里寻你千百度，终于没有白跑路啊。去去去，你们可是政府的掌上明珠啊。嘿，我哪儿跑啊，这政府为了把你们拢在手心里，可是没少下功夫，下了血本了。你们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照样把你给抓回来。哼，行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走。什么？打工？我看你是想跑出来偷摸信神吧。说，是不是还在聚会？说，不说话。把这个签了。保证书、决裂书、悔过书，不签就取消你父母的退休金，砸了你丈夫的饭碗，以后有了孩子也入不了户口，上不了学。这个我签不了。你就不怕你一家老小跟着你遭殃吗？您可真是鬼人多忘事啊。三年前我们家被你们糟蹋成啥样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我现在还有什么能被你们威胁的？你哎，嘿嘿，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只要你呀签了这三书，政府把这些全部给你们恢复。对了，你丈夫立马升职，谁信呢？还有你爸那病，政府马上安排人治疗。你看看，这政府对你是多么的有诚意呀！这可真是屎壳郎戴面具，臭不要脸呐。我对他们这几年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要说这心里头没有征战，
是不可能的。可我想到全能神的话说，神所说的得胜者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撒旦的威攻之下，就是在黑暗势力里人还能站出见证，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，持守对神的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能持守在神面前贞洁的心，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，这样在神面前就站住见证了，这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了。阿们，做得胜者就得有冲破邪恶势力、忠于神的见证。没错，国度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基督的精兵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成的，必须得经受各种苦难与试炼，还需要人有受苦的心智。是，在撒旦围攻的时候能持守对神的忠心爱心。没错，中共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我背叛神，这对我来说是试探也是检验，正是需要我为神做见证的时候。见证神是基督徒的使命，如果我为了安逸的生活就屈服于中共的撒旦权势，那我就失去了见证。无论如何我也不背叛神，苟且偷生。好样的，大哥，别费口舌了，这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起作用。我看呐，行了，这次呀就放过你，你赶紧准备30,000块钱，要不然我就让你再上监狱里头好好享受享受。哼，中共真是太卑鄙邪恶了，对基督徒的跟踪监视如影随形，恨不得把所有信神的人都赶尽杀绝。中共就是恶魔投胎，中共掌权就是撒旦掌权呢。经历中共的跟踪服务，我算看明白了，在中共掌权的邪恶世界里，只许人走邪道，不许人走正道。中共就是想把人败坏的黑白不分，是非不变，崇尚邪恶，背叛正义。我对他仇恨真理，仇恨神的实质，看得更透了，也看到人随从中共只能是越来越邪恶反动，结局肯定是遭神惩罚。多亏了神的带领，我们才没有被他迷惑控制。感谢神呐，中共利用各种手段拦阻人跟随神，搅扰破坏神拯救人的工作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越是逼迫我们，对他就越有分辨，就越渴慕真理，向往光明。跟随神走到底的决心就越大。